下我大姑做点好吃的，这里面是开水跟放的碱，现在把水烧开，我们的炉子，这个是豌豆粉，专门做那些凉粉啊，那个粉鱼之类的，今天就做一个粉鱼来吃，我们老家话叫粉鱼，普通话不叫，不知道叫什么东西，这个比面粉要白好多，好白。倒冷水进去，这冷水就要拌开。牛奶，我要喝牛奶。这不是牛奶，现在做的这个叫我们老家叫粉鱼，也不知道普通话怎么说。我大姑做的这个特别好吃，去年来的时候就做了一次，现在今天又在做。水烧开了就要倒进去。哇，这看着好好啊！试一下它的粘稠度。凉粉就是这样做的，我姑说。哎呀，这我一看我也会做了，又学会一道菜。现在好了，这个变成青的就好了，白色的就还没熟。啊，这是一个漏子，漏子下面这个就出来了。嗯，这就是我说的粉鱼。这下面的是凉水，这一点等冷了就变成了凉粉，就是白色的凉粉了。小蝌蚪一样，这叫粉鱼，透明状的，看着好好。这是大吗？不可以。我也要。看我这家伙，他真的是以为是鱼在捞。抓住了。抓住了。好鱼。哦，鱼，你吃吗？啊，好鱼。这好吃啊！这一个，别跑，我叫你。哎，跑了，跑了。快抓快抓，笑死了，哇，抓到两个，抓到两个，哎呀哎呀，蝌蚪一样，妈妈给我好好吃了就可以吃了，给我呗，弄点汤就可以吃，可以，现在开吃了。嗯，好好吃啊。嗯啊，鱼我想吃，能大了。嗯嗯，嘴巴张大，哇塞，哇，你还有尾巴，你看，哇，好吃吧？嗯，肉肉好吃还是这个好吃？这好吃，这好吃，这好吃，这个好吃是吧？啊，肉肉不好吃对不对？嗯，吸进去。跟我姑说这个好吃啊。我在吃鱼。这就是鱼啊。这没有鱼粉，所以它叫粉。它是粉做的，所以叫粉鱼。好呀，这半盆，我们俩可能还不够吃。来，我小宝都吃过瘾了，都没吃过，对不对？对。江西没有，对不对？我每天都给送到厂里边，我给别吃了。我给别吃啥，姑娘哥别吃啥，我汗过去汗过来的。我妈妈给他做，你看我怎么样？哦。嗯，那么大半盆，我们两个吃完了，好不好吃？吃，好吃，吃饱了没呀？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嗯，乖哈。嗯，这晚上的晚饭都解决了，回去都不用做饭了。好玩吗？好玩。甘肃好玩吧？好玩。还要不要回江西？回。回呀？嗯。不回吧？回。不用回江西了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好吧。